至心诚意，虔敬之意，烧香散花，仪表真勤，来修静心毅力果念，虔敬奉献诸佛菩萨，咱用心来体会啦，爱诚意，爱至心诚意啊，何况礼佛听经呢，更多爱用心诚意，至心的诚意是咱做人的根本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，对待人啊，爱用诚意的心。人甲人的中间，哪有诚意啦？彼此的交往是用至诚的心，这拢总是益友，对咱的人生有帮助。所讲的帮助，就是好的互相鞭策，互相勉励，这拢是益友。有利益的朋友，咱用至诚的心交往，这就是咱平时对人最重要的规律。咱学佛啊，学佛对菩萨、对佛，咱爱真敬重。敬重诸佛菩萨，所以咱每早起啊，就是啊，最早这个晨早醒啊，这么讲，透早这个时，真是宁静啊！也咱嘛是一日的开始。无什么款的杂事在心的，这个时间，让咱真放心，真专心，真诚意，上大殿，礼佛，这，敢就是爱至心呢？敢不就是爱真诚意？礼佛完啦，咱好好坐落来，这也都爱专心听法，道理啊是真深，这么看不到的道理，这么深的法，咱若无真诚意，静心、至心听，咱哪有法度接受法的意呢？法内底的意义无清楚，也咱用这长的时间坐伫遮，是毋是浪费时间啊？啊，真辛苦啊！这么辛苦长的时间，希望咱会当得到法内底的含义，予咱受用，用在日常待人接物生活中，这就是咱听法啦最重要。
生命发出，咱要生活在人间，咱起得的法，就是让咱活命的价值，这呢，这呢真重要，咱会当无自心生疑吗？所以咱必定爱自心生疑。那用表达出来，自心生疑是伫咱的内心，同款看袂到，但是咱爱表现出来，心意在内啦。表达出来呢，迄、那个天境的律仪、威仪，咱看得到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将内心的虔诚表达伫外面的律仪，安尼呢，真虔诚。虔敬，就是在内心的虔诚。仪，那就是表达出来，咱的形态。啊，咱人是安尼表达啦。啊，这个环境呢，为着要表示咱的自性虔敬的心。所以咱的环境啊，都爱讲究这个环境的干净，人的进出的整齐，大家人集中来的时，迄、那个环境的布置、气氛，伫这个所在。那咱都爱有安尼的环境，安尼的气氛，环境宁静，正面的气氛呢？所以那伫大殿里，啊，迄个所在都有香炉啊，点着素茶粉，粉出了呢，迄、那个。香的味在气氛上啦，会助长了咱环境呢，会水，迄个感觉之美妙。所以，在这个环境的美妙，那就是烧香散花。印度人的方式，他就是表示欢喜，啊，因真活泼，所以呢，因就欢喜呀，心花怒放啦，表达呢，他就安尼用散花这个意识表达内心虔诚欢喜，所以。制造安尼的环境，这也就是一个礼仪吼。那仪表真勤，内心的真呐，外面大家人真阳光，要布置这个环境呐，大家人爱真认真呐，和这个环境呢。清新庄严干净，这些表达迄个恭敬的心呐、啊。所以内修静心，意理顾念，内心表达咱的清净，咱这里殷勤呐。虔诚的心已经表达伫外面境界的形象啦，
当然啦，这都会当说明了咱内修，咱有伫咧修行啦，修出了咱的心意，迄、那个心，这种内心修行的虔诚啦，所表达出来，你的虔诚，你的表达。自然有了虔诚的心，都无有污染烦恼心。所以内修呢，意思就是弃除烦恼无明。迄、那个烦恼无明啊，都亲像一间厝，殷勤的人伫咧用。真殷勤，伊就会当吼用功夫，甲收拾厝内底呢，互伊真干净、真整齐。所以内修静心，甲咱一个人住一间厝同款。咱的内心，咱的心体，咱爱立。如来性，得如来依，作如来作。如来性，就是咱真虔诚、用功、真庄严的一个放下。咱就是住伫如来性内底。内底呢，一定是庄严，而且环境优美，又是清净，心充满了恭敬至诚的心，这就是如来性。当然，如来性呢是彼此相应。彼此相应啊，在慈悲为摄，如何忍辱意？这在咱的内心里啊，时时呢都有安尼的大慈悲摄伫咧。咱现在也是同款，内修静心，就是大慈悲摄。咱任何事呢，都、就是至心虔诚，这都是大慈悲心啦。任何人呢，咱拢是虔敬之意，咱对家己都是爱有安尼的规律啦。所以咱的室内呢，时时都、就是。烧香散花，咱一直拢有安尼的规律，这是表示咱的精勤，表示咱内心的清净。这，咱修行者就爱有安尼的日常生活中，所以咱的内心是静。心真静的心呐，那意呢已经离过了，无一点嘛的垃圾，来自彼性嘛，是如来性嘛，所以无一点嘛垃圾，虔敬奉献诸佛菩萨，因为。那是修佛的教法，那对着菩萨的弘宗行，所以咱爱真虔诚吼，就内心的静心啦，意呢爱无有烦恼杂念，还真虔诚敬重来奉献佛法，奉献。
菩萨，这是咱的方向，是咱的日常生活修行中这个心境啦，请大家人爱用心记得咱的内心灵吼，这是修行者必定爱有，咱来加强精进的心念啦。前面的文是安尼讲：有物千种天衣，随诸璎珞，珍珠璎珞，摩尼珠璎珞，如意珠璎珞，遍以九方。这就是继续再散落了天衣，前面甲大家人讲，那该当作是宿命、天命啦、啊，天降之大任嘛、啊。意思就是，咱的宿命啦、啊，佛陀教法，咱已经呢是接受到佛陀的教法，咱。文化者、说法者、传法者，咱的法脉爱脉脉相传落去啊！这是传法的慧命，叫做传法脉。咱一定爱有这个使命感。咱已经向佛发愿啦，伫四安六行内底，就安尼甲咱讲啊，心口意，也搁在发弘誓愿，唔通袂记哩。所以，这就是咱发愿的使命。所以，天意呢？应该会表达啦，那就是带领真大的使命啦，在咱的身躯里，所以这降落九方，散在九方啦，九界的内底，除了六凡。天人地眼五鬼畜生修罗，这叫做六凡呐。故三圣声闻辟支佛菩萨，拢爱接受这个使命，来度化六凡众生。这，咱爱用安尼来个解释。就通啦，一夜一当落实在咱的生活中。接下来这段文再讲，众宝香罗，扫无家乡，自然就至供养大会，一一佛像，有诸菩萨。即次凡界，处地而上，知以凡天，众宝香罗，扫无家乡。香罗这两字，那个用心来想，那扫香之气啦。这个香啊，点过，伊都有烟呐、啊。咱啊认真来看，这个香烟在空气中呢，它就安尼在咧旋转呐、啊。静静看，静静感受，哎，香出来呢，香味都出来。但是要烧香呢，就是
爱烧香的气库，所以烧香之气。烧香之气，要用什么来给它制作呢？当然各种各种的材料都可以制作香炉，有金属类的，金啊、铜啊、砂、铁啊，这都可以制作香炉。这不管是土制，或者是木制啦，等等的，拢用材料方法啦，改雕塑了一个形，那这叫做香炉啦。这香炉用心雕塑，的佛前供佛，这嘛是。表示诚意，真正刻意可以成形啦，要来做点香用器物，因为伊要用伫佛前，所以爱精心雕塑，这嘛叫做诚意啦。搁在炉香的披露。心多，地形有稳律，这是咱的心。点香落去啦，咱都会当闻到香味。啊，咱搁再用诚意的心来看，迄个香啊，安尼起来的时，除了呢，随着香的香气啦，以外，咱会当看到。香烟啊，香烟，这安尼，亲像真温律啦，慢慢的安尼温律起来。所以咱的炉香盏啊，炉香乍热，诚意弘烟呐，咱的诚意啦。甲迄个香炉的烟安尼呢起来的时，香氛渺渺啊，迄、那个气氛啊，好亲像一个香氛同款。抬头看天，迄、那个云啊，伫天空，也难看香炉的香烟啊。安尼直直升起来，都甲天顶的云同款呐。不过呢，伫香炉的温度啊，真飘然，真正是真有温度。所以呢，如阴温形，拢会有形呐，是安尼圆形的呢，或者是呢，迄、那个散界的形。都有哦，只要咱用心啦，会当闻到香的香，会当看到香烟的温度，也嘛是好亲像心听出了伊的声音，迄种
心音韵律啦，在这个气氛中呢，拢会当接触到，这就是真心意。那真心意呢，是要对倒位出来呢？以地分修，用咱的智慧。用咱真超人的智慧呢，虔诚的心啊，香炉啊呢，摆设好啦，香呢啊点起来，用咱的真心意啦，这个境界心性在咱的内心，这个、如来性啦。咱伫内底呢，伫咧修行，一种德行，以德分修，分修出了迄个德行。所以咱定来讲，听法如闻法行，因为法用心听，伊要闻律法。用心听，他要有一份的法香。咱啊，听出了法的香味啦，自然呢，咱已经熏修入咱的心，咱心中有阿弥呢。真心意的发香啦，啊，敢唔就是？咱就会当身体力行，如法修行，这敢是德香呢？这就是德的香啦。所以讲，众宝香炉，烧无价香，真香。是法的香，是德的香啦，这是无价的香，所以自然就知功用大慧。用最心意，这个法的香味，也是真虔诚修过来的心来供养。所以呢，这是在这个道场啦，的香气，这德的香味，安尼来供养，所以咱爱。真用心啦，时时呢都可以用法香、地香来供养。一念欺骗啊，一念欲骗，咱的心念那会当同款安呢？用这种虔诚的心法香啦。来供养，从一念间开始，会当遍以九方。咱要供养三心，同时呢，遍及六凡呐。咱真心意的心，要用法，用真心的法。供养，那份的诚意、三性，
因为你教我，因为你的身体力行，我尊重。我要应用这个法来普及六凡众生的文化、说法，在人间传法呢，在英雄，这就是咱的心愿，咱的心念，一念已经是普遍啦，在九方，甚至呢，一定每一个世界啦，现在佛陀在讲，所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，这么多的世界啦，那个弥顶所的菩萨，这么多弥顶所菩萨，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法香、德香的供养。所以这是一念即遍，一定一遍，这每一点呐都已经呢接受到了。那讲一点一菩萨啊，拢接受到了，无所迄、那个戒之大吼，所之多啦，都是出于这个心意，一心真正是诚心啦。这个境界就是形容咱的诚意，咱的诚心。所以呢，初非作意，果发自然，这是自然啦，自然就遍，不是刻意的，不是做作的，是咱真心意听法来的法香，是咱真心意所修持来所得的德香，是真自然呐，的供养呐，在这个大会中，所以咱爱用心啦。所以其心普国吼，真普遍啦，所以无有缺处，叫做救济，拢总真普遍。因为呢，这份的心念啦，这份的虔诚，除了佛所描述的弥顶所菩萨以外，六凡界啦，都拢总真普遍，这就是诚意吼。那即是十法界心，就是用安尼十法界啦，证明呢已经降佛接落来呢。一九法界，安尼合起来，敢唔就是十法界呢？这个心意啦，散发供养，拢总呢已经普及十法界，这个心啊，来分，那分恶成善，分恶。那就是六凡呐、啊，六凡，凡夫。这个凡夫呢，善恶杂糅，咱一定爱会记哩。娑婆世界啊，是五趣杂居地，因为佛在人间修行，来人间度众生。生活啊，在人间呢，有声闻缘觉菩萨，所以这是三性，包括佛是四性，佛在人间行，
所以有佛、有菩萨、有因果、有声闻，这四性在人间，在娑婆世界，要来度六凡的众生。所以这个六凡的众生，就是在五趣的内底，所以称为五趣十具地。所以在这个五趣内底，各有恶，但这恶也可以受到法来给熏陶啊，来受法感化。所以说熏恶生善，看看咱人间菩萨住这人啊，因已经呢，在任何一个境界，因会当去付出，因会当去影响真侪人，因家己过去也曾经反复过。一转一个念啦，成为菩萨。这群菩萨呢，落实在人间，同款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同款嘛去救真侪人啊，转真侪人的心嘛。几年来，一直听到自这人入感觉。度化感觉的人，这敢毋就是呢？感觉中的人呢，拢是错误，曾经有过，所以伫感觉到底要关几年呢？自这人去给度化啦，何以呢？人生心态转变，那人生观念转变，行为转变，哦，规律真好啦，规矩好啦，自然呢，都缩短了伊修行期，提早会出家，在社会里。循规蹈矩啦，转变人生，也要帮助人啊！咦，就是伫人群菩萨中呢，会当过去度人，这敢就是分恶成善呢？所以名为共用，这就是咱会发香、得香来供佛。供菩萨，供十方弥顶所，发心，将发心一大菩萨，这就是那用心下化众生，那上奉献诸佛菩萨，这种虔诚的意，这上求佛道吼。那供养诸佛菩萨，这都是咱自性的供养啦。所以一一佛像，有诸菩萨，即其梵界。每一尊佛，因为有十方分身佛来呀，在灵鹫山坐宝树下，在宝塔品里，敢毋是一直伫咧描述诸方啦、啊、分身佛，拢总一直来咯，
这呢，咱会当个回顾迄段的记忆，所以的不属下，属诸祖上，一一佛像啦，还是呢，各有菩萨，以持着梵界，这是表示呢，每尊佛有诸菩萨即持梵。菩萨是有心修行的人，还是真恭敬的分身佛？所以因在佛每一尊佛的后面，都是持着这个梵界，梵界来惹太阳。或者是惹风惹雨，表达庄严，这就是菩萨。菩萨呢，就是行因自心，就是修行因地的菩萨，从开始初发心、欢喜心，修行呢。弃敌烦恼无明的心，已经呢心清净，定上了菩萨地啦。但是这份呢欢喜、付出、恭敬的心，还是呢同款，所以执持庄严这梵界来。庄严道场啊，表示尊重。反者专一，这个道，这个幻呐，以随着风一转一动啊，该者是福哦，那这一旦有福界吼的功能个意义，就是表示地断。翻翻转，这个地啦，一旦断除了真多烦恼无明，地呢，一旦断除了真多呢绵绵无限的杂念，这拢是用地啦来断除吼真多呢无明杂念啦。让我们的心可以清净，因为地是分别地，吸收好的来，我们真心的法可以来分析，那些非的杂念，我们就要弃地，这叫做地，地就是弃地一切杂念，那转吼转动，让这杂念转掉去啦。那善念增加，所以慈悲诶，迄个念啦，那念念呢，都是安尼来披荫啦，吼，用慈悲啦来披荫吼，那所以。果下亲切是管啊，家啊是亲是欠呐、啊，真呢？看看咱修行，咱所吸收，咱发心的大小，咱的行为是普遍，或者是呢？那一个是真。诶，吼，是快还是诶？
是深还是浅，这呢，总是在这个翻盖战处啦，他都可以呢，关格哎调性吼，那这都是看咱修行者啦，这个关格一跨格下吼，看咱安怎来用功哦。这住地之上一站一站哦，那记忆翻天呐、啊。像这个天界呢，好、哦，就是安呢。菩萨修行有战处啦，那天人呢，同款也是修行，也是有战处。所以从下至上，至高呢，到梵天去啦。咱会记得大通地性佛一段时间。咱拢一直伫咧讲梵天吼，那是至高无上啦。所以呢，这是天界，所以处地呢生相，处地安尼一直升起哩，看伊修善法修到啥物程度。那修天福的人，看伊修到啥物程度去吼。所以啦，利欲清净，一直。修行有的还在欲界天里啦，那到梵天呢，已经超过了这个欲界，那叫做梵天，那是清净啦。到无欲处，已经到无欲的所在，名为梵天。那至于梵天呐，表菩萨。文化顿境，梵天，那一个是伫天界呢？那唔是伫佛界呢？既然遐清净啊，那一个伫天界，因为呢，伊是独善其身呐、啊，道理也未通彻啦、啊，只是做真多的善。啊，心无贪欲，安尼呢会福业啦，所以升到梵天呐、啊。但是伊也无通达法，所以也无觉悟呐，也搁伫天界内底，也未解脱啦，所以叫做梵天。但是伫这个所在听法啦。就亲像菩萨，已经利己利人啦，已经度人搁度家己，家己发心，甲家己呢心无所欲，同款付出付出啦，无所求。安尼现在来听法啦，那闻法顿证，真紧呢。对当开悟，这些菩萨要经过了六道万行啊，自利利他，这就是咱要真用心去了解迄、那个道场的景象啊。其实呢，无不都是法，唔是干那境界那点。境界的内底含着法吼，咱伫咧修行，将境界呢，嘛会当用来伫咱的生活中，
这就是咱听法体会啦。接落来，再佫讲，是诸菩萨以妙音声，歌无量寿，赞叹诸佛。就是讲，光阴天上啦，以光表音。天界啦，一段一段呢，步步向上升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光阴天，光阴天呢，伊就是光啦，都有伊的韵律在，就亲像香炉，香炉呢，香炉香点落去，伊都有伊的韵律啦。光阴天这个所在，伊个光个内底呢，它就有温润吼。那地光发现呐，名为妙音。迄、那个所在人看到光啦，自然呢，就产生着迄个智慧，会当头了解了解迄个光个温润，那就是。地光发起来，将内心呢，安尼启发起来，这叫做光阴天吼，呀，叫做妙音，迄、那个光的音声，那出妙歌赞呐，即供养佛家，非你所闻，为俗眼见。即用目睭听啦，即就是我顶下甲大家人讲，用目睭听，你看迄个光啦，就知影内底呢会发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讲，以上即解释功用啦，有几项呢？一无花，二无香。三高雅，四有严纪，珍珠璎珞等等。五就是烧香，六呢是梵界，这呢就是用六行呢来供养啦。大家人用心吼，凡说正果之法啦，拢总有根有随应，所以处。非有意而行，皆佛法威德之力所感召。这就是佛的威德啦，把这个境界呢，和咱来感觉吼，那为不可思议佛的境界，这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用心虔诚听法，无不多时呢，入佛境界中，看经常，目睭听音声，这拢总呢，爱用真虔诚的静心啦、去体会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